点进视频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常吃的面条是自己做的还是市场买的？是不是想吃新鲜的绿色面条很难买到？不妨试试这款第三代智能家庭型面条机，一键启动即可成型，做出来的面条劲道、口感好、花样还多，关键是做完之后还不剩面。喜欢的朋友商机加关注，谢谢。